小改款过后，带有鱼眼的 LED 主动转向头灯，让你在弯道中行驶有更好的视野、更好的安全感哦。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你们知道全球卖的最好的四轮传动的休旅车是哪一台吗？不要怀疑，速霸路的 Forester 森林人 XT， 它绝对会是你们的口袋名单之一哦。四缸水平对卧涡轮的引擎，原厂呢就爆发出240匹的马力，不论你是在市区、山区，还在高速公路上面行驶啊，都更有信心，还带有驾驶的乐趣哦。带有质感又有包覆性的透气皮椅，干干净净，没有任何的破损哦。舒适又宽敞的后座大空间，不带有任何压迫感，还有附上 ISOFIX 让你更好的固定儿童安全座椅哦。小改款过后，带有鱼眼的 LED 主动转向头灯，让你在弯道中行驶有更好的视野、更好的安全感哦。还有真皮包覆的手把，钢琴烤漆的内饰板，黑色的换挡拨片，让整体的内装质感大大的加分哦。一键启动完，有3种不同的驾驭模式，可以让你自由的切换，因应各种不同的路段。油门下去，马上就有饱满的声浪哦。现在你们买到2016年，不论是 CRV、酷咖还是 RAV4， 买到顶级的四轮传动，没意外的话，40-50万是要花的吧？小改款过后的森林人，直接就标配了 iKey 摸门电尾门给你，记得绝对不要选错。XT 跟不是XT 的版本差了90匹的马力，真的是天跟地的差别。一样的金额就卖你50万。左右，知道该怎么选了吧？来试试看，森林人不会让你后悔的。实在就是 SUM。